来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话来到农村的这个鱼塘里面啊，来小网中鱼啊。然后现在表哥手里拿的这张网呢，是一张3米6高、3分眼的啊，小网眼的啊。来，撒一网，漂亮！我们家这个小网眼呢，它的开洞效果也是一撒就可以开到顶啊。来，这一网应该有鱼啊，就看它是多还是少了。我快下去了。湖北的手指好，陆松松，我往下去才能吃拉。嘿，这网不少啊！这网不少是吧？来看一看，瞧一瞧啊，看一看有多少啊！正在往回收了啊，朋友们，我们这个网是拉网成都啊，有的可能第一次借我们这种网啊。这个网从水里面收上来，它就会形成一个大网兜。空大鱼了，鱼的话就会在网兜里面，鱼的话它就跑不了啊。有点，哎，不多。不多，哎，有个十来条。我上来。我们先用的这张网呢，就是专门来打小鱼小虾的啊。来这儿。哦哟，这一网还可以，我感觉又是白鲢多。白鲢多，好像都是白鲢。漂亮。这两天鸡下蛋的频率特别少，我特意来鸡窝里来看了一下，出现个什么情况呢？你们可以看一下的，三只鸡在一个窝里面在孵小鸡。我们这边把孵小鸡的这个老母鸡啊叫抱鸡母，我见过一只孵的，没见过三只鸡在一个窝里孵的。也咨询过当地的老人，他们说你要有公鸡，这个老母鸡孵的小鸡才能够存活。那、这公鸡我这里也有啊，并且还有两三只，还不止一只。请教我们兄弟姐妹们啊，你们看一下这个老母鸡啊，一个窝里面拽三只，能不能孵成功啊？已经孵了有一个礼拜了，前后广思其意，悉听我们老铁的见解。